找到没有啊？没有，都找遍了。会不会真的跑出去了？不可能，咱这警备这么森严，跑不出去。就算是跑出去了，他也没有钱呢。也没什么不可能的，现在的兵啊，比猴子还精。你们班那个路飞，前一段时间不是还想出一个什么充值卡的方法吗？你这样吧，让几个班长和你一起去小镇上找找。是。等会儿，咱们这儿发往城里的班车，明天早上应该是6点钟最早一班。是。我觉得呀，车站才是他唯一的选择。你们就以车站为重点。是。不过，我觉得他应该在某个网吧。上次他就网吧不现实。咱们镇上几十上百家网吧，一晚上你找得过来吗？以车站为中心，方圆2公里之内排查，我觉得时间应该能够。行了行了，今天晚上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必须把人找到。是。我告诉你，这次人如果真的跑了，你这篓子就捅大了。快去吧。是。